你是喜欢苹果汁、西瓜汁，还是让这个感性小铁汁？感觉自己萌萌哒。同人面对面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Rice 赵让。这适合我又好听的歌曲。这首歌曲一般般，只不过是我身边的朋友们都在听而已啦。好听，不用花钱，然后我也在听，就一起听。第一次拍戏时感觉自己萌萌哒。刚开始就肯定会啊，我觉得这个是人之常情。收获的都是意料之中的，因为很多经验了，比如说还有对拍戏这个东西有了一定的概念。谁与争锋？必须得自信。为什么要在我的床上造巧克力洞？会有鳄鱼、鲨鱼、狮子、长颈鹿、羊驼。因为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觉得可爱的可爱，然后也有一些很威猛、很凶猛，我就比较喜欢极端一点的那种。和白小哥的弟弟在一起时，他要做我的丈夫是怎么？就是帮我转发我的歌曲。大家出去吃饭时候会疯狂自拍？不会自拍的，我们吃饭都就是吃饭，纯吃。妈妈粉可能喜欢我日常中的这样子的样子，就是可爱一点的。女友粉可能喜欢我台上的样子。爸爸粉的话，我想知道一下是为啥。粉丝说你是人间两脚器，我知道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姿态？我觉得不怪啊，因为我自己看着特别舒服，我就喜欢一直那样拍。我也尝试了别的角度，但是总觉得不对劲。就是能不买就不买，不是必要的就不买。那2020年财务自由。我其实不太会说粤语，好难。我能说多少就说多少。狂奏演，狂奏活儿，狂奏照人，最为迷人。你是喜欢苹果汁、西瓜汁，还是让这个感性小铁汁？最开心的事一个就是发了单曲，一个就是和偶像合影。决战紫禁之巅，就是感觉很，一看就是个大制作的感觉。Round one. Round two.Round three. 7分。眼睛。擦擦。八仙过海。高领毛衣、风衣，还有运动裤。9.9比0.1。有。不是很理想，老凡尔赛了。我当然会非常开心了，因为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破洞裤，只是那种材料的裤子我还没买到合身又没有洞的。夜壶，夜壶暖和。对，因为很热情大家都，所以让我感觉非常夜壶。烤火的小火炉，然后暖宝宝，然后毛线帽。没有，还没到，等我再过个怎么至少也得5-6年吧。管住嘴，迈开腿，明天你就有大长腿。转发这个照让你会美梦成真，梦想变现实。